Thank you.
听到阮阿爸的上帝，阮感谢你，阮伫遮会当享受你赏赐的天气，甲充足的雨水，予阮有丰富的食物，袂得着欠缺。阮求你，暂时也看顾幼稚，比如其他所在有咧做大水，还是有火灾的民众，互因会当伫食、伫用、伫住，拢会当得到因需要的帮助。阮感谢你，阮避免溃烂，有真侪人会当尽心尽力来做主你的工。不管是服侍，也是咧做教会维护甲整理，也是逐礼拜来遮参与做礼拜，阮拢在在会感受到兄弟对这个教会的疼甲毋忘，阮为着这感谢你。伫过去这个礼拜，我也关心伫故乡台湾发生的一切，我也伫遮感谢你的看顾。伫最最的挑战中间，台湾犹原坚强徛立，也当予世界各所在更加认捌伊的存在甲伊的重要性。历史伊有真侪人要探亲旅游，阮感谢你的保守，予朋友亲人聚集的时阵，拢有欢喜的交陪，因的出入拢得到平安。阮也求你继续引导阮，予阮做伙向主你欲爱阮行的正路来行，予阮的教会会当合着你的心意，会当促进你欲爱阮做的工。阮伫遮，逐项陪伴做伙，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谢谢。今日足欢喜咱的雅雅丢乐甲朱伟丢乐因志愿吼，替咱做一个迄个书记的迄个音乐，啊因今日两个人拢摕迄个尤克里里吼，是一个足特别的组合，安尼啊因。他听这条歌拢总有三层吼，啊，伫第二层的时阵，希望大家会当甲伊做伙唱，啊，歌曲拢是放伫顶边吼，请大家做伙。大家平安，平安，平安。自阮退休以来啊，遇到这个疫情吼，阮培养一个这个兴趣，叫做耶稣会讲的这个真特别的乐器吼，是小吉他，叫乌克丽丽，乌克丽丽。啊，这个是一支是了正常的，我这个是较不正常的，贝斯跟乐器。啊，因为。所以今日我真感謝上帝賞賜我的恩賜，啊，獻我的詩，上帝恩賜啦。啊，各位兄弟，念咪我唱的詩吼，副歌的詩，我要邀請兄弟大家甲我同齊唱，歌詞攏會伫頂關吼。
上帝给了咱用信心在行东行西路，但是咱常常对袂着伊的脚步，甚至弃杀伊的道路。咱因为相信上帝的能力，就做伙来告别咱的罪过。即摆请大家做伙来做认罪祈祷。下这三个，对古早到现在，对顶世代到这世代，上帝的怜悯永远未失措，这是好消息。以后是一个大年，咱终于进入下半年。咱即摆做伙来读今日的圣经章。今日的圣经在是记载伫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到四十节，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恁细小的灵魂啊，免惊，因为恁的父欢喜将伊的国给恁，特别恁的财产来进献上帝啦。祝福祝你引导我，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唔知大家。
个讲唐阳文化甲册样摕落来。我我的先生吼，两年前啊，伊个COVID-19 刚开始无外久的时阵，捌带阮婆婆吼，按美国转去台湾一转吼。本来阮婆婆是住台湾，啊，伊来美国找阮，啊，伫遮叫人移动，超过五个月吼，将近六个月就要到啊。吼，啊，政府讲袂使，伊就爱转去啊。啊，所以阮先生就飞转去，啊，飞转去了后。就随敲电话来甲阮报平安吼，啊，敲电话报平安的时阵，就甲我讲发生惨案。我讲啥物啥物发生惨案？伊讲吼，我的咱的册房内面的册吼，已经无去。我讲是着贼偷吼，是安怎会无去？伊讲毋是，伊讲咱的册房内面的册吼，放伫个册架顶头，啊，迄册架去酒坛酒去。啊，所以就迄个册架已经食了吼，啊，就转换酒味册去安尼吼。啊，所以我有两三套，我足爱的红仔册吼，我足爱看红仔册吼，放假吼。所以我有两三套足好看的红仔册吼，去酒了了去，我就感觉心非常非常的疼安尼吼，就是你会讲想讲因为。足久，迄个册房拢无人入去，吼，啊无人整理，无人发现，结果一入去，所有诶遮个册拢变成茶壶安尼个样。然后我伫迄阵，搁知影另外一件台湾诶新闻，我着小可心情有较受，就是讲较无遐尼艰苦安尼嘛，较无遐尼心痛吼，就是因为我看着台湾诶新闻讲。有一个老阿嬷吼，啊，伊利用伊退休了后吼，伊拢去打迄个南山工嘛吼，就是打零工安尼吼，做一种 part time 的工作，安尼少少的钱，啊，俭了后吼，就去换做一张大张的吼，一千块安尼吼，啊，怎藏伫伊的门窗下骹安尼，啊，藏啊。真久以后吼，伊才想起来吼，啊，特别拢藏入去，但是无拍开来看，伊搁拍开一下看吼，闪闪昏倒吼，因为内底拢酒桶安尼吼，啊，甲伊的钱吼，一张酒甲有诶剩一半，啊，有诶剩安尼，就是讲一片安尼着着，啊，伊遮一直流目屎啊，用哭诶吼，哭去到银行安尼吼，啊，伊迄个银行诶。诶，遮个少年人吼，遮个行员其实拢比阿嬷较少个，啊，着讲做同情伊吼，啊，着甲伊教讲吼，会当搁再用拼图安尼吼，甲伊安尼甲伊倒转来，安尼着遐吼用倒个方式，啊，若倒会出哦，一张内面个80% 吼，安尼迄张会当换个，所以总共骗差不多11,000的台票，啊，结果就是安尼投起来吼，互伊领转来九万九千块，啊，所以谁无哭安尼咯，本来吼一直咧哭安尼吼，啊，即个阿嬷谁感觉讲要搁讨会转来，啊，看到即个消息了后，我就感觉讲啊，我的册吼可能嘛是安尼，但是吼，无亲像钱捡住就去，吼捡糖就去，遐尔啊心疼安尼。啊，我就一直咧想这个代志，想讲，啊，若以后我若倒去台湾的时阵，迄红仔册店，毋知影佫有开无吼？啊，我毋知影佫买着，会当佫甲买倒来无？今仔日早起吼，咱所读到的经文是连续顶礼拜。顶礼拜耶稣对天顶的财宝的这个教示吼，啊一直延续落来。啊，伫这个咱顶礼拜我有讲吼，就是咱今仔日经文内面读到迄句话，讲你的财宝伫倒位
位，你的心嘛伫遐，吼，恁的财宝伫倒位，恁的心嘛伫遐。马太福音共所在的即个记载，嘛是有记载，吼，嘛是有记载即个耶稣的即个教示。所以马太和路加伫即方面拢有记载耶稣所讲的即句有名的话，吼，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伫遐。但是记录的方式，吼，马太的记录的方式甲路加的福音的这个记录方式，两个福音记录的方式无同款。马太福音第六章吼，伫一章的中间，就将这个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教示吼，拢总一摆讲完吼。耶稣咧讲的这个教示，就包括讲论这个下西啦吼，啊论这个明仔有祈祷吼，啊敬价吼，啊天顶的财宝。吼，然后上帝甲财务，就是上帝甲妈妈，吼，啊，佮即个无得挂念，安尼做一摆讲了，伫一周的内面，迄呾亲像是讲吼，咱咧上一节课，吼，的中间，吼，啊，耶稣甲所讲的、所教示的即个重点，拢一摆讲互清楚，安尼，迄款的感觉，这是因为作者，即个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伊是犹太人，所以伊认为耶稣所讲的即、這个代志拢甲伊有关系，因为伊是犹太人，伊是上帝的选民。耶稣所讲的拢是上帝的选民应该爱遵守的。然后遵守着耶稣所教示的这一切了后，吼，拢是就是要为着将来要得到上帝永远的国度。啊，若是遵守，就会当领受上帝。的迄个国度，对当耶稣所宣扬的天顶永远的国度。但是路加无共款，路加详细记录讲，耶稣伫咧讲遮的课的中间吼，一节一节课的中间，其实伊拄着啥物款的人，伊解决啥物款的人的啥物问题，所以路加。安尼写作落来吼，你会感觉较有剧情啦，吼，较有迄个剧情在发生诶。伫耶稣所教示诶道理诶中间，有真实发生诶即个代志，嘛有耶稣所讲诶即个譬喻，两款诶故事，一款是真实诶故事，真实发生诶代志；，另外一款是耶稣所讲诶譬喻，嘛是一个故事。上重要的就是讲，路加福音对十一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二章，作者路加一直用对比的方式，让人注意到讲，真正得到天顶这个天国的智慧的这个聪明人，以及掠准家己已经真好呀，却是愚妄的这个财主中间的差别。然后路加特别记录讲，耶稣讲，上帝欢喜。要到天顶永远国度来收束哦，一群小小的一群人，代替翻译做小细细的羊群，细细的羊群，一群少数人，伫迄个英语叫做 little flock， 小小的一群，这是啥物款的人？咱会当知影，即阵少数人、小群，吼，是知影天顶的主人上帝有安排所在，予天顶的财宝袂拄着插头，嘛袂拄着堵塘。即阵小小的一群人，心内面已经有一份天顶秘密的藏宝图，所以。咱若咧读这段圣经的中间，就讲天顶有一个所在，吼，咧藏天顶的财宝。迄个所在，插头袂当摕着，吼，即个旧窗，吼嘛，无法度甲伊破坏，吼，的一个所在。即个所在，吼，要安怎样到即个所在？财宝要安怎样藏伫即个所在？即点小小的。的羊群，吼，这群人，因心中有一个秘密的藏宝图，因为因的心拢对伫心中的财宝，伫
天顶，所以因非常的清楚，要安怎样，来得到这个天顶的结果。那呢，这群小群是什么款的人呢？有可能亲像马太福音相款的这个相像款的这个所在的记录所描写，耶稣用另外一个称呼来称呼。一群人，耶稣称呼讲小信的人。马太福音的作者在耶稣讲课的现场，听起耶稣称呼在场的人讲是小信的人，一定感觉讲耶稣伊毋是咧对别人讲话，伊是咧对我讲话。虽然甲马太在场做伙的遮个人，大多数拢是犹太人。但是马太知影讲，在场的这个犹太人就分做两群啊，一群是相信耶稣的人，另外一群是无相信耶稣的人。马太就是相信耶稣这边的人，但是马太一定感觉讲，耶稣所讲的道理对大多数无遵照摩西五经咧生活的犹太人来讲，实在已经伤过困难。若是要遵守到完全，应该是无啥可能，是在足困难遵守到完全的地步。咱来想哦，即阵犹太人已经生活伫亡国了后超过700年，互外来的民族，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统治过的即、這个。这个帝国的中间，已经超过10个世代啊。咱若10年算一个世代吼，超过不哩啊侪世代啊，超过10个世代。咱若唔是10年啊，100年算一个世代吼，超过10个世代。无遵守上帝的律法，只是单单是拄拄啊好呢。对这些人来说，因为他们都不是活在那种文化中间，不是活在自己的国家的里面，所以如果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只是刚刚好而已，不是很罕见的现象。马太自己，他做过罗马帝国税关处的公务人员，所以更加知道说，亲像法利赛人表面上很遵守摩西五经，但是私底下却是很贪爱钱财，家务卫生这款的情形实在是真普遍，所以小群有可能就是咧指亲像马太这款的人，伊真正想要相信耶稣，真正想要遵守耶稣所讲的教示，却是感觉着家己的信心无够，行为无法度做到完全，这款犹太人。伫迄个时阵，要不是少数。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性，这个小群这群人有可能亲像《路加福音》的作者所描写的，《路加福音》的作者自己所代表的一群人是什么款的人呢？就是有相信上帝的外邦人。除了马太，自己认为讲是耶稣所讲的，想要得到天国永远国度的迄款人，伊家己认为讲，伊家己嘛爱真做得到上帝国度的一份子，继承上帝国度的继承人，上帝的选民。马太伊伫咧听耶稣讲课的时阵，伊甲家己想做是安尼款，即款的人。路加嘛共款，路加嘛真有人讲，家己嘛会当得会到天顶的国度。所以，若是身份是犹太人，可能会认为讲家己已经是上帝的选民啦。所以，得到上帝赏赐的天国是理所当然的代志。但是，若是安尼，上帝就唔免特别对小群讲话。上帝按小群讲话，意思是讲，另外有一群少数人，咪当得到上帝永远的国度。是甚物款人呢？就是相信上帝、相信耶稣的外邦人。
儒家的身份拄好就是外邦人，一群外邦人愿意相信摩西五经，相信犹太教内面的这些规矩，来过着敬拜上帝的生活，就已经真无简单了。因为真侪犹太教的规矩，对外邦人来讲，除了真困难以外，搁有文化顶面的冲突，搁有犹太人先天生成的对出世就有的对外邦人的歧视。咱对圣经内面，咱看到犹太人是一个对外邦人有歧视的民族。咱唔通感觉奇怪，因为每一个民族拢对外国人有歧视，唔是干呐犹太人个㖏。这款情形就算是即阵犹太人对犹太教已经转过来到伫基督教啊，嘛还阁同款，嘛是同款有迄款对外邦人个错误的印象，也是歧视。一直到现代，咱嘛会当发现讲，相像款啦，吼，亲像咱台湾人住伫美国真久啊，吼，啊有诶人，咱中间有足侪人拢领美国护照，对不对？吼，但是吼，咧开讲诶时阵吼，拢称呼美国人是外国人，我讲诶讲啊，因外国人安怎，嘿，咱住伫美国咧，啥物人是外国人？啊，无就是称呼老外有无吼？吼，啥物人是老外？咱才是老外吼。啊，无就称呼美国人叫做阿独啊，阿独啊就是偏啊独独安尼啊吼。但是咱若台语吼，后壁阮加一字啊，就是歧视的意思吼，就是改看作小的意思。所以耶稣讲。就算是少数人，只要相信伊所讲的话，就会当进入伫天顶的国度。安尼的话，对伫儒家，也是讲甲儒家同款的外邦人来讲，真正是好消息啦，吼、天大地大的好消息。因为本来毋是家己的即个稳定，结果我也当得得到，吼，这就是真个真好的消息，敢毋是？伫过去即礼拜上界出名的新闻是啥物？就是所有伫咧中国的人啊，伫咧台湾的人，伫咧美国的人，拢咧注意讲，吼，即个中国对台湾、对美国的即个喊话，吼，是毋是会变成做真的安尼吼？啊，我吼，我会注意到即个消息吼。其实我无特别注意吼，啊，这个policy 吼 ，policy 吼，这个名吼，我嘛是因为我顶一阵啊吼咧考公民考试，啊，我才知影有这个名吼，因为公民考试的100条内底有一条吼，有一条爱背这个 Nancy Pelosi 这个人吼，所以我才知影讲哦，原来这个正义会的议长吼的名是叫做这个名，但是后来我去查讲，去调查讲，伊过去做过啥物代志的时阵，我对这个查某人我真佩服，我真佩服伊，真钦佩伊，因为伊毋是这个时阵吼，早来过亚洲，吼，伊伫足早伊较少年的时阵来过亚洲，啊，伊是去中国。啊，去中国的时阵吼，伊直接吼，伫个即个天安门的广场吼，来打即个布条吼，讲伊要支持即个即个关怀即个天安门吼，牺牲的即个学生的吼，所以伊就是对远远的所在来关心小小的一群人的一个真勇敢的查某人。我对伊的印象，吼，后来了解是这个形象安尼，小小的一群人，这群人还佫住伫中国，是中国人，但是
中国人无法度替因讲出讲话的一群人。那用英语来讲，就是 voiceless， 讲袂出话的一群人。结果一个美国的查某人走去中国，替因讲话安尼，替因把话讲出来。所以我对伊非常非常的钦佩。啊，来到台湾，我感觉吼，咱台湾的政府有做功课啦，吼，有做功课。所以台湾的政府嘛，派即马吼，倒来到台湾吼，踮伫台湾吼，无法度伫家己的国家好好啊住落去的一群吼，民运人士来向伊见面安尼吼。啊，我感觉这是真好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所注意到的新闻，对我的角度，对我的目睭看出去，我的解读是非常的好，因为不是单单增加台湾的知名度而已，在这个中间也用全世界来宣布说，咱是站在哪一边，咱是愿意站在少数人替少数人发出声音的一个人吗？一群人吗？一个所在吗？所以，咱要来看在这段经文内面的第二个线索。咱发觉第二个线索，让咱知影讲，儒家这个作者，已经妄望自己就是已经得到天顶的秘密藏宝图的少数人这个小群的其中一份子，是因为。伊有把伊家己写入去到底耶稣所鼓励的对象的中间。耶稣所鼓励这个小群这群人中间的，有第二个线索，就是儒家伫个写完这个耶稣对小群讲话了后，伊煞接着来讲仆人的代志。是安怎伊要讲仆人呢？马太就无写任何仆人的代志。伫儒家伫写的中间，吼，儒家福音从马太福音第六章来囥两章来讲。伫这个记载的故事真侪以外，吼，因为写作伊的篇幅会足大，吼，毋是干那记载故事真侪。是因为伊家己本身爱甲伊家己写入去，所以伊接续落来讲罗卜的代志。因为罗家家己本身着罗卜的身份，咱会感觉足奇怪。罗家毋是一个医生吗？医生乃是罗卜，医生乃是仆人。哦，伫当时做医生这个工作。并不是亲像咱即马地位非常的高，吼，也是讲赚真侪钱，吼。当时做医生这款的医员这款的工作，吼，是附属伫一个大的，吼，好家人的家庭，也是讲好家人的厝的内面，吼，来做伊的劳保，做伊的保险，吼，啊，替这个一家伙啊，大大细细来看病。啊，当时诶，这个因为有罗卜的这个身份，啊有这个医员的身份，但是因咧医治的时阵，因并无受到足侪尊重，吼，因为因第一手爱剥掉真侪遮个病疾，吼，遮个无清气，吼，遮个无洁净的物件，吼，啊，所以伫犹太人家己的社会认知来讲，讲因若毋是真安尼真善巧，吼。袂去做这款的工作，所以若要对比即马吼，啥物款人吼，亲像儒家安尼吼，就是亲像中国的黑五类啦，中国的黑五类内面吼，医生是一个吼，医生是五类内面的其中一类吼，无受到真侪尊重安尼吼，啊，即个儒家就亲像一款，因为伊是伫个一个有主人的诶，即个情形下面吼来做医生，
然后这个医生的地位并无受到真大的尊重，所以常常写的物件拢是社会中间的中下阶层的这样对象。吼，你看罗家福音的时阵，伊咧讲好消息是对这阵中下阶层的人讲，这是罗家福音的一个特色。所以罗家伊咧写的这个顺序，吼，无同款，含马太福音无同款。马太福音伊的顺序是下西诸多文。敬啊，敬者天顶的财宝，上帝甲财宝啊，上帝甲马门吼，然后是无得挂虑。但是这个儒家无同款，儒家是啥？诸多文吼，然后就是讲责备法利赛人，公开承认基督，然后是无得的财主吼，咱顶礼拜讲的吼，来就是无得挂虑。写完无得挂虑了后，则写天顶的财宝，则写经圣的福音。所以，伊把无得挂虑放头前写，是因为耶稣所甲因交代讲，你欠财宝伫天顶迄款的方法，对马太来讲，吼，迄就是一个命令啦。耶稣咧命令天顶的国民，吼，恁着爱安怎做安怎做。啊，欠就是爱分哦，这个分你家己的财产哦，送向人，然后来分给耶稣。所以这个写法了后写无得烦恼，哦，无得烦恼，哦，因为你做这的代志了后，你遵照耶稣的命令去做了后，哦，上帝本来会照顾你，哦，亲像照顾天顶的飞鸟，哦，啊，所以你无得烦恼，哦，这是马太的写法。但是儒家无同款，吼，儒家讲伊写完即个对比，伊写一个无知的好野人，吼，唔知影过当日，吼，性命就已经无去啊，还佫伫遐咧欠伊的财产，吼，然后伊就写无得快乐，先苦劝人讲，咱就爱无快乐，吼，因为伫遮的有。好野的人的中间，这个做仆人的人，伊非常的知影，伊要对的主人是倒一位，所以先将这个对照组，先将迄个歹的主人，还是无底的主人、愚公的主人，先写出来，然后伊写讲，家己是一个敬信的仆人，敬信的仆人会当无得挂虑，是因为。伊知影啥物人是伊的主人。对伫有仆人的身份的罗家来讲，恁啥物人做主人非常重要。所以当罗家做仆人的时阵，实在是看太侪太侪只假冒为善的主人，嘛看太侪太侪只唔知影性命的结局的好人。所以耶稣所讲的教示，对着一世人拢真善车的儒家来讲，是先得到主人的应允了后，搁再得到天顶的秘密藏宝图，就是知影从天顶即从财宝即住伫天顶的方法了后，伊才知影讲伫正人的中间。主要敬信来听候主人，因为伊爱辨得出主人敲门的声音，所以从这个主人敲门来写入去教你，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个经文的内容，就是讲伊爱辨得出伊的主人是倒一个，伊主人敲门的声音，敲门的这个方式，吼，伊也听得出来，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对着真正天顶的主人，才会当进入伫天顶永远的国度来享受福气，才会当到伫迄个秘密藏宝洞的迄个目的地。因为迄个目的地，吼，伊是对主人入去的，伊毋是家己入去的，吼。所以你就算你有藏宝洞，也阁毋是。上界安稳的，吼，上界妥当的，
你有唱播到了后，你爱对着会当入去的人，对着这个主人。所以对这个儒家伊的身份来讲，伊讲伊要得到天顶未败坏的财宝，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伊爱认得出主人敲门的声音。而且，儒家提醒所有愿意相信耶稣、愿意承认耶稣是基督的这些证人讲，敬信的态度，毋是只有真侪仆人的人在等待主人的时阵应该爱有的态度，更加是所有天顶的公民，也就是要领天顶的护照的人，拢应该爱有的态度。因为天顶的主人上帝，伊有差遣耶稣基督，就是伊的独生圣子来到这个世间，已经完成所有世间人的救赎，但已经上天。坐伫上帝的正边，伊搁再临到世间的迄一日，就是所有世间人受上帝审判的日子。伫所有的世间人受上帝审判的日子的时，咱敢需要为着这个日子来惊吓咧？唔免。耶稣讲唔免惊，唔免惊，因为。耶稣基督搁再来，毋是亲像贼偷或者是强盗，是要来偷、要来抢，毋是。伊嘛毋是亲像罗马，要用暴力来恐吓别人，讲着爱听伊个，照伊个意思去做，那无就会引火入心，玩火自焚。即礼拜个新闻 keyword 就是玩火自焚，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来到我们的中间，是要来敲锤失丧的人。这个失丧的人，就是已经走迷路的人。东西放不到所在，就是失丧。又再找到，放到一个对的位，让他发挥作用，就是找到。耶稣基督来是要找到这些迷失的人，然后来救伊，恢复一个人比金银财宝搁较贵重的身份甲价值，就是真做上帝的子儿的身份，就是真做天国的公民这款的价值。所以任何一个天顶国度的公民。拢应该爱用敬信的态度来欢迎耶稣基督搁再降临，欢迎耶稣伊伫审判中间要显示的上帝公义、疼怕甲怜悯，搁爱时常亲近伊，听探伊的教示甲命令，因为咱是领伊做基督，咱是领伊做主人。伊来到咱中间，咱所领的天国的福祉，才有功效啦。咱通甲伊做伙进入天顶的国度，做合法的公民，有分伫每一场庆祝得到救赎、得到生命的应许的中间。咱无需要惊吓，无论咱是善者，还是好者，咱袂使看轻别。无论咱是善者还是好者，咱拢是伫心中把握一份秘密藏宝图的聪明人。无论咱是善者还是好者，咱拢是天顶公民。无论咱是善者还是好者，因为咱拢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咱拢得到永远活的。咱拢会当得到天顶上界贵重的财宝，上重要的就是咱有得到主耶稣基督，咱三个阿头会记得。听堂，我的阿爸袂上帝，主啊，我知，我有可能亲像儒家共款。阮真毋望家己
会当真侪得到天顶永远国度的迄个人。我听起着耶稣用伊慈爱温柔的声音对阮讲：“小小的羊群啊，阮就相信伊的话是对阮讲的。”伊的话是要护掉阮，因为阮捌行迷路，但是耶稣来要甲阮找着，搁恢复阮宝贵的身份。因为安尼，阮献上阮的感谢，献上阮的懊恼，阮无搁再惊遐，阮无搁再用别人恐吓阮的话来真做。阮性命的结局，阮乃是愿意一步一步来跟随你，因为阮认你做主人，因为阮认你是救主，是基督。主啊，求你无弃杀阮，求你伫性命的路尾，伫阮要到伫秘密藏宝道的目的地。迄、那个所在，等我，求你欢迎我，我也欢迎你，在我的心中做主做王。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帮罗经馆的人知影者，咱教会啊，拄啊突然间跳电了吼，所以恁遐可能做啊无心着呢。所以啊，咱着爱准备平平顺顺啊，代志发生真侪，各省伫遮会听咱搭讪。OK， 咱即摆来唱回应的圣诗，这是啊新圣诗215首，恳求天父无顶看我。后面下去的。
较侪。咱做个阿头来祈祷，听从阮后爸悲伤，令阮感谢你，相信阮平安经过一礼拜。主啊，伫这礼拜的中间，阮逐人拄着所有代志，拢有主你甲阮相佮同在。阮献上阮的感谢，献上阮的恩乐，阮求你继续引导阮，也听阮的祈祷，求上帝顾守、保护、医治。阮所挂念的亲人、朋友，有接受治疗的，或者的人的身躯会当得到医治，会当医病症得到医好。伫即个疫情的中间，有受到感染的，让因会当好好啊照顾、保养家己的身体，直到复原。最后，阮也求你，让即个病症无造成任何的副作用，或者是后遗症，做好所有人拢会当伫恢复健康了后过正常的生活。做好阮也求你顾守，我有听起伫一挂所在有发生战乱，做好阮拢求你来帮咱，或者发生战乱的国家的战事会当真紧来平息，做好百姓会当恢复着平静的生活。做好阮也求你来人民美国，做好阮伫枪支、武器顶面需要搁较完整、搁较好的立法来制定、来控制。主啊，阮求你，予遮个政府以及阮所选出来的遮民意代表，拢会当负起责任来制定好的法律，予即个国家无搁再受到枪支、武器暴力的即款的影响。主啊，予阮的细囝伫学校咧读册。伫阮伫公共场所，伫教会咧出力，拢得到主你的保护，得到平安，得到看顾。主啊，阮也求你继续甲伫世界各角落咧传主的福音，或者会兄弟姊妹同在。主啊，保护照顾，予阮所关心，或者会宣告的机构。宣教师因的身体得到健康，出入得到主你的看顾平安。主啊，阮伫教会的中间，阮也安排真侪事工，要来传主的福音，求上帝来帮咱，即每一边的即个传福音的活动，拢会当进入到伫阮所服侍的社区。主啊，无论是阮所站起的家己的社区，或者是阮所关心的台湾人同乡的社区，主求主你拢使用阮，成做你的使者。主啊，阮感谢耳朵你，主阮为着搁再来要举办的儿童学贵学校来祈祷，感谢主你先赐予阮真侪细囝的报名，主啊，予因伫阮中间咧出入的时阵，拄着主你的保护看顾，一切活动拢进行真顺遂。天气、交通各方面，拢会当非常安排非常妥当。主要也求你祝福伫无闲着话咧准备的遮个姊妹兄弟，所有同工的顶面，祝福因所付出的服侍会当得到主你百倍的报答满满。主，阮也为着阮的中职同工训练会来祈祷，求上帝帮助，予中职甲同工拢会当做伙。连接伫主耶稣基督的身躯顶，做无共款共用的肢体来用光主你的名。主啊，也予阮会当真正照阮今年度的主题，要搁较有信心来来行往你，来祈祷。主啊，阮求你帮助阮，予阮所做的一切拢会当有效果，引带真侪人来认捌你，也予阮家己本身。会当代表主耶稣基督有好的见证。主啊，阮求你引带侪侪兄弟姊妹，无论是倒来到伫教会是体礼拜，或者是线顶的礼拜，阮拢会当得到主你的顾守。主啊，予阮平常时关怀的遮兄弟姊妹，
因拢会当得到阮所分享出去的疼甲稳定，啊，阮所用疼心所做的遮个服侍，啊，伊叫好食物，拢会当真健康、真营养进入伫每一个人的身躯来真做帮助。阮献上阮的祈祷，求上帝继续看顾、保护，主也求你继续看顾怀孕的姊妹，祝阮为着泽瑞甲伊的太太艾莉来欢喜，因有怀孕一个细囝，主求主你予因身体健康，主我也求你继续祝福，我也真欢喜知影伫阮中间Robert 甲伊的新婚的太太有得到怀孕一个细囝，祝阮求你也好好照顾因，祝阮感谢阿罗哩。祝阮为着阮的教会要真多主的大家庭，阮求你来帮助，求你来祝福，求你继续引传，也听阮所有人的祈祷。阮伫这个时阵要用主耶稣基督教是阮的主祷文的祈祷讲，阮伫天灵的父，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伫这伫地上亲像伫天灵。阮伫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赦免过阮的人。我伫从阮入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高观念、眼光拢是你所有教来来无真。阿门。
的名就是李达哈，啊，演出线也是迄个演武部安尼吼，啊，所以啊，欢迎啊，也请大家平平心，作为第二辈吼来参加这个舞台会。啊，头拄啊，无师傅哪有讲着吼，咱迄个八月二二到二六迄个礼拜，咱有要办一个儿童的啊贵学校吼，啊第八啊是个乌丢的动物园，啊咱可能前一阵嘛有看着迄海报吼，啊因伊做甲足水安尼，啊内容吼，请大家家己看，啊顶礼拜的拄好。迄啰，李君来了较晚一撮啦，啊无机会通介绍，个人当请迄啰李塔林，你阁甲即个博物馆阁介绍一摆。上来上
当我们要募资就那个保特瓶，因为我们要制作火箭，如果家里有一升或是两升的保特瓶可以捐给我们，然后因为我们要制作火箭。对，那谢谢各位。OK 哈，所以有听到伟台的希望大家赚钱到三工，但是我知道已经有足侪三工吼，已经三日。啊，你若有时间的时阵，再麻烦你甲伟台甲老师，还是甲咱的迄、那个教会办公室讲一声。啊，迄、那个咱顶摆我有讲吼，咧因古播出多谢讲，咱台古播的人甲斗相共，迄、那个伊来食泡面是属起钱的代志吼。啊，因即个礼拜即、這个月第三礼拜有要搁去组装即个物件，啊，才要搁送去遐吼。啊，所以大家你若有意愿吼，也是有迄个心的时阵，再麻烦你继续会当摕来教会。可以来当安尼，搁藏较侪物件，送去给苏启全的。啊，搁过来，即我想大家拢知影，迄落因即个活动内底要需要啥物款的物件吼，所以才大家把家己的就本顶边看吼，恁啊，有方便的时阵，才拿回去交回来。啊，我想大部分人拢有摕到迄个环保袋吼，Andy 安尼设计也是当当。啊，你若还袂摕到的吼，即每一个会员拢有一个吼，免钱安尼吼。啊，你若还袂摕到的，先则麻烦甲小心些联络。啊，你若咱即摆是讲，若运了还佫有剩的时阵吼，若有人意愿的时阵，会当买啊。啊 ，OK。啊。搁替安国生讲一摆，安尼，恁啊，有，因为咱即摆人较人数较少啦吼，啊，所以希望会当有人来做伙，志愿来斗相共，就讲咱礼拜结束的时阵，有啥物件爱收收的，电工啥爱关啦，窗仔爱关啦，啥货，啊，恁啊会当小可留落来来斗相共，而且麻烦你甲囝仔联络联络，也是 email 到办公室。OK， 咱即卖来做位唱社会版的圣诗，这是台语圣诗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请起立。Thank you.
愿耶稣基督会拯救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充满相通，甲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也甲咱所挂念的亲人朋友三个弟弟，甲厝里有病症伫隔离的家庭三个弟弟，甲所有伫对抗大洋的病症的兄弟姊妹三个弟弟，对即时到永世人无尽。阿门。